整奶方块真的相当沉稳的整理着他的背包。方块姐呢，养奶奶的在这里移动，然后现在移动，正在移动，慢慢的移动，然后慢慢移动，走着像鸭子一样的移动。方块这边还没准备好，夜晚是吧？姐弟要，厮杀了。虽然你们可能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，不可以袒护哪一方哦。啊，你喝水喝太大。讲话要尽量中立一点。是的，方块表现得一副相当谨慎的样子，两人会不会转角遇到爱呢？我也是相当期待。双方开始激烈交战，方块姐跟方块貌似有同样的回避技术呢。方块绕了一个身，相当帅气的被速掉了。但那只是暂时的。OK。This。你们在看的方块姐大冒险当中，你树干哪？哎呀，林最林的许多声。嗯，你在那里？没事，我刚刚冲上。哎呀，方块姐大冒险。哦，方块回来了，那表示战争要继续了。现在方块回到了他的老家。俯视着这个世界，感觉相当危险。看来不到三秒钟，他的宁静已经消失了。方块在交出，究竟方块他到底盘算着什么呢？或许是一种深到我们都无法理解的境界。有时候退却也是一种好选择，是吧？看来双方的默契非同小可，这是一种智商上的压制吗？这场胜利是谁的呢？ P90 跟 AK47 的速度哪一个比较快？我相信各位都心里有数。方块姐，你要向前迎战吗？我想你的路可能也被截断了，是吧？失去你手上的方块啊！失去你手上有方块啊！哇，这个神走位啊！哎呦，这双方的默契真的是哇哇，这是我目前看过最漂亮的一场。方块剩一条血，那想办法把他干掉一条血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进入到最激情的一刻了。你们在那跑那么快啊？耶！好了，我输了。OK， 第一次挡住我。看来这是方块姐的胜利是吧？